会弹吉他的人好有魅力哦！千羽，你看，你不觉得吗？干嘛？你想学哦？超想的。你什么时候买的吉他？哦，刚才拿到的，想说看一下该怎么用它。你借我一下。出来你会弹吉他你可以教我弹吉他吗？拜托拜托，我超想学的，拜托。看在你那么想学的份上，我教你。耶，阿妹人最好了，谢谢你。拿着。啊，好。那我一开始要怎么去弹它？你就 C 和弦，一二三。好酸哦！三，多点一点啦，不用睡觉哦！臭麻辣，吃吗？哎呦，你怎么一脸快死掉的样子啊？还不是那个小瓜。昨天弹琴，他弹了一整夜，吵得我整晚睡不着。话说他怎么突然学吉他？我明天他说过，你是第一天认识他是不是啊？他出了名的三分钟热度，前一阵子他也叫我家学跳舞，结果呢，学没几次就不学了。五六七 ，Go！ 往下，往上，丢起来，丢出去，手往下，往上。我旁边过，跳起来，跳起来，跳起来，干什么？会不会是你的问题啊？你才有问题。听你这么一说，他之前好像看完一部韩剧，就跟我说他要学韩文。哈세요，哈，哎，好难哦，算了算了。然后看完一部日剧，又说要学日文。やめて，啊，什么都是啊。烦死了，烦死了！等一下再念好了啦。他看泰剧是不是就要学泰文？萨瓦迪卡，扣本卡卡卡。好笑吗？总之哈，我猜他过没几次一定放弃的。不信你等着看。三，好痛哦，手都要抽筋了。而且都还长茧了耶，烦哦。C 的五度音是 G，B 的五度音是 Hashtag F Hashtag， 我怎么这里会有 Hashtag 啦？快烦死了！那玩玩具啊，按吉他练的怎么样？最近没什么时间练。有时间那边玩玩具，还没有时间练吉他。我看八成是放弃了吧？哪有啊？就被我猜中了吧？怎么了？阿飞，你看啦，三分钟热度啦！你怎么那么快就放弃啊？你不是前阵子还在弹吉他吗？我想说，吉他练个和弦，刷一刷就可以自弹自唱的说。你是我的巴杜。刷一刷就会了，你以为你音乐神童？你 gay 吗？你是 gay 吗？而且啊，我刷个那个和弦，那个什么。A 到 G B 到 C 的，我刷一刷，我的手都抽筋了，我根本就记不起来那个和弦。很多事情都是要一步一步慢慢学习的，怎么可能突然就会？碰到吉他，我会了，怎么可能啊？你这坏习惯改一下啊，不然以后做事都三分钟热度。好啦好啦好啦，我继续练就是了。
你吉他嘞？卖掉了。啊？卖掉了？哎呦，我就真的很没有天分嘛！你还是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好了。我以后不再教你了。赖小姐，有你的货要请签收哦。你该不会买股吧？